沙漠上见。走，我们先给大家提前揭秘一下。哎，老师你好，你是在调整他的姿态。那我们这个衣服，那岂不是王总？是的，听彩云说筹备这场秀，他筹备了有两年。我们一根一根的用真丝棉线蘸着粉末，然后上色做。你们全网热议的衣服在这里，祝你第二次办秀。谢谢。去了后台看一下，很多衣服都是不同颜色嘛，所以说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为什么这次绿色为主？我个人的一些偏好吧。当我想出来，这件衣服适合什么颜色的时候，我可能首先会用绿色先去做一个猜秀的颜色，其实是五彩斑斓。你是怎么跟唐毅老师沟通这个妆造的一个问题？哦，我其实当时唐毅老师被我吓到了，因为我想要一个复古歌剧戏剧，但是又很热情奔放的一个中国美的这样一个形象，说咱们就天马行空玩起来。有没有你认识的国际？我们今天猜并不多，其实大家都知道了，我们去看了陈彩妮老师的秀。我们那天去跟制作衣服的师傅们聊了很久，说他们制作一件衣服是非常不容易的，就是刺绣是很费人力很费时间的，所以在这种快节奏的时代里面，还有人花这么长时间制作一件衣服。对，这个洗发水还蛮好用的，你洗起来的感觉，它会让你头发蓬起来的感觉，它还有一个修复的功能。这是我第二次买，就是我这个人不太能去接收新鲜的东西，除非是朋友推荐或者是说别人送，不太愿意去花我的钱去买到好用的东西。它是可以无冰除螨的，这么一个茉莉香味。还有陈彩妮老师，她的秀是在沙漠上的，结尾的时候整个模特走出来，无人机上面打那个花瓣下来，经常是真的很香，再配上那个夕阳，哇，真的很浪漫。我真的很喜欢这种绸缎的一个裤子，好舒服好舒服。哎，拆纸巾是这样子拆的啊、哦、好大啊。我的新鞋，呜，新鞋，呜，这是我的第 N 双 YSL 的鞋，这双是偏贵一点点，这双鞋子只配我踩红毯。这个洗脸巾他们品牌40%都是回头客，当然包括我。迪西卡的洗脸巾，它是一整天很长，因为今天要出差，需要放电脑啊，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。这个品牌叫吉卡尼，他在出差的时候就看见我背着这个包包了。